看这一题，他问说哈，下列哪一个化简哈是正确的？我们看第一个式子，同列项合并，四 x 加二 x 六 x 嘛，三减一应该是二啊，所以就错掉了，啊，三减一是二才对。那这个呢，负三乘以二 x 就负六 x， 这没有错，这是负十五了，负十五哈减二应该是负十七，这等于三，这不对。再我们看这个。五 x 嘛的负负得正嘛，我叫二九十八，所以说五 x 哈加上九 x， 哎，十八 x， 十八，这是二十三呢，应该二十三才对，不是四。好，再来看这个，这个的话哈，这是负六 x 嘛，负六 x 哈负得正嘛，哦，负得正，哎，这个要抵消了，所以这个应该两倍的负三了哈，这不是减，这是加，哦，如果是减的话，那就错掉了。好，这负三，负三乘以二的话是负六嘛，负六 x， 二乘以负三也是负六 x， 啊，加多少呢？这是负三乘以六是负十八。啊，二四呢得八，哦，所以等于多少？等于负十二 x 减掉十，负十二 x 减掉十，所以这个答案是对的，所以这一题应该要选 D。